十月四号到十月十号是全国灭鼠周，嘉义市环保局所提供的鸟鼠药在灭鼠周期间也送到着联合里的办公处来转发给市民，希望市民在灭鼠周同步展开着淘鸟鼠的活动，也让居家环境变得更加清气和安全。十一月四号到十一月十号，定为全国灭鼠周，同步展开全国灭鼠工作。嘉义市环保局已经配合中央政策，各地鸟鼠药啊，将伫灭鼠周期间送到各联合地办公处，协助分送到家户。民众买当向里长、邻长，也就是联合地办公处领取。另外，环保局马秀武鸟鼠药啊，免费领取服务。这个全国灭鼠周吼，希望各乡亲大家共同将厝内底吼来给变扫清气。那么检查这个门窗吼，是不是有破损吼？啊，鸟鼠较袂入来，啊，从鸟鼠较会栖息的所在，这个脏乱点吼，该做一个清理。啊，厝内电哦，这个厨余吼，会当甲包扎哦清洁吼，啊，交阮的粪扫车来清理。另外，咱民众若有领到这个灭鼠耳机吼，爱特别注意这个安全吼，可能较安全的所在，较袂跳这个小朋友吼，诶，误食掉安尼。啊，拜托各乡亲，伫这个后礼拜拜开始吼。连续一礼拜，这个秘书组大家共同来配合。鸟鼠药啊，每一包有十小袋，每克有配方。拿到两包灭鼠耳剂，啊，咱摕到这个灭鼠耳剂了，爱伫咱厝内老鼠出没的所在，伫壁角，吼，啊，毛囡仔食到所在，甲放灭鼠耳剂。啊，灭鼠耳剂甲放下，你要一个物件覆盖，卖互潮湿，还是伊的一种影响药效。个下就是伊的灭鼠耳剂一放，你啊个加放几日啦？你茫一日无食就甲刷胃，吼，放两三日啦。那鸟鼠无食，你较来甲刷伊，安尼较会达达到咱迄个灭鼠耳机的效果。嘉义市环保局呼吁市民配合灭鼠活动，并且定定整理居家环境，卖堆积废弃物，卖留厨余、断绝鼠粮以及水源，做到卖好鸟鼠食，卖好鸟鼠来，卖好鸟鼠大，落实防鼠三不政策。配合全国灭鼠周政策，特地做好环境整顿工作。最新新闻，蔡炳东，嘉义市采访报道。